哎，那个呢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浩，你看我直播后没有歌。哎，所以他在看。姐妹们，今天其实是我生日。他在看一些不好的。我还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哦，那有人说这是我这是孙浩啊，这是孙浩20岁第一趴屎。我们在吃东西。中秋到了，哎，我们有没有月饼啊？中秋。光复的剧啊。我本来想送浩一个是1.8米的那个大索隆，但是那个索隆4月份才能到，然后我就买了个小索隆，还没到呢。也祝我生日快乐，你还真祝我生日快乐，不必吗？浩总，怎么过呢？今天怎么过？哎呀，我们在厦门又不能出门，我们今天在家里。本来是想要和妹他们一堆人一起来的嘛，但是那个因为疫情嘛，厦门疫情太严重了，他就没有来得及。不是太腻了，吃肉先。然后还要谢谢大家今天给浩给我送的小礼物，谢谢大家。你快去看你视频，好，我下次会仔细。考拉尔坠，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。哎，我太久没直播了，我一个人有点尴尬，孙浩可不可以快点拉？双节快乐。啊，是吗？没有歌，我 BGM 呢？唐凯来，青藏高原来一首。还扰民啊！这给你小报，谢谢大家送给我老公的生日礼物啊。哎，搞得真的像我过生日一样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在深圳，我们在厦门，厦门疫情严重，然后我们就不能出门。我们明天早上7点多钟还要去做核酸检测。那凯姐露个脸，凯姐来露个脸。既然被召唤了，那我就只能装作公平的出现这里。好尴尬呀，为什么这么安静啊？他们都说快出去，快出去。谢谢泡泡泡送的掌上明珠。谁想看我呀？我就看我老公。哎，怎么把直播间交给我了呀？我多尴尬呀！我看你能多牛。哈喽大家好，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。老公快点！请大家祝我生日快乐。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就是咱们第一块蛋糕，咱们切给我们的。所有的粉丝们，然后就是跟我一起过生日，来，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我先许个愿。好了，你许了什么愿望呢？请问你说出来就说出来就不灵。没有没有，这种很愚昧啊，你一定要说出来才能灵验。说出来我就希望。快说出来。我希望捏捏。放屁。我希望我今年能赚大钱。那关我什么事？就买一套房，所以跟你没关系啊。我刚只好可以出去了，这位路人，这位路人可以出去了。哎、你看掉了，是说明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。帽子都不想给你过。是在拍什么？这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在干嘛？私生饭。做直播间了，对，你做直播间了。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日，来，大家祝我们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开始拆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吧。对，来下一个。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，快来快来，这个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粉丝十分的热情。对粉丝十分的热情，来吧，等还是等孙浩来了，等。谢谢，我们已经看完了。镇主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！哎呀，20岁的第一泡屎。
欢的吗？我都好久没有收到嘉年华了，我觉得收到了，收到了三个。嗯，谢谢咪咪，谢谢吴华，谢谢小兔喵喵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刚刚没有好好看你们的礼物，谢谢乌拉怪怪，因为我在过生日嘛，所以还是我为大嘛，我为大，你们为就没洗手呢。我其实我没有怎么洗手，因为我不想把这份喜悦。不是洗手，我洗了手呢，你们说我手上是尿；我不洗手呢，你们说我没洗手。没有人说是你手上是尿会洗手。我不洗。毕竟今天我生日嘛，我为尊，你们为卑。哇，谢谢 MM 猪送的爱的转圈圈。MM 猪。哇，谢谢四零四送的1314，谢谢大家。刚没有。哇，金柚子的嘉年华。很牛。哇，现在有四个人了，就是他们，就是我的四柱。四柱人力柱。帮娜扎说祝你，哎呀，娜扎能祝我生日快乐就好。大家去，我不用去了，太打扰别人了。来，我来喂妮妮吃。你是不是没怎么吃啊？我吃料吃好多，吃了5粒。怎么把老板骗过来呀？好开心啊！我爸给我拍照，挺好吃的，你的比我好吃。谢谢尼古拉斯，你送的生日。哦，对，我发誓我之前每次过生日，我许愿都是什么？什么嗯，都跟你的差不多，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好看那种。但是今年我就许了一个，就刚刚我就许了一个，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就是不能什么暗示。好，我发誓绝对是这个生日，然后就只许了这个。谢谢草莓，谢谢波妞送的1314，就是。让我变成一。这真的是我的生日。好了，我们进行下一趴吧，来吧，继续拍吧。好快了。吃一会儿吧，这是我自己的对吧？是吧？也没人吃，是不是我自己的？算了，我拿。那我有点要求。我拿这个盆吃吧。哇，谢谢，波妞。是波妞。这波妞。一定 sugar。最近不减肥啊，最近吃，不减肥吃，啊我不吃，我肚子痛，我吃还给捞吃的，我肚子痛，吃，快吃吃他们的，我想吃小老板的，怎么想吃贵的呢？我想吃小老板的，我长光了。啊，波妞也生日，祝波妞生日快乐！波妞生日快乐！没有人，生日快乐呀，生日快乐！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起生日？我擦嘴，我嘴巴没有啊。他说我，波妞也生日快乐。没有，我们不是去那个店里吃的了，我们是吃我点的，嗯，外卖。是这个蛋糕，看小老板的怎么样？哎，你把我蛋糕就那么推开嘞，就无情的推开嘞。我没有地址啊。这个东西。谢谢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袋袋，这是袋袋。不腻，妮妮给我买的不腻。让我们来欣赏一下，这是什么蛋糕呢？哈根素。嗯，谢小老板送的。哇，送的。送的。女神，第二个原定女神，哇，这么好看呢、啊！哇，这好好看呢、啊！哇，浩浩生日快乐！好好看呢、啊！好看的这个，把它打开给大家看看，怎么打开？怎么拆呀、啊？直接把它捧出来吧。
再许个愿怎么样？哇、嗯哦，你好好看啊！绝了，绝了！哇，你看唐海给我拿来了什么？香奈儿。哇，看都有什么吧？哇，我让我看看吧。我看看吧，我猜一下吧。嗯，香水、沐浴露、沐浴露，不是沐浴露就是香薰。嗯香水吧，我忘记是，不会是迪奥的男香吧？不是吧？我忘记了，把唐凯没有用完的那个包进来，新的。嗯，香薰吗？哇，香水没见过，对，是新的，没见过，很高级的样子。每次唐凯跟我们生日互送礼呢，都是互送对方香水，他谁都送香水。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呀、啊，就本来想送你手办的，我喜欢钱，但是很多人。那明天生日转钱吧。我喜欢捏捏。烈阳的嘉年华呢？